要奋战每一天。Go go， 不偏桃源，生命会站在我这边。要奔在我这边，只要相信着 We are heading hand together， 肩并肩肩并一生信念，让天桃源勇往直前。与你同行，我听我的桃源，写下传说经典，信守下言，梦想就会实现，迈向王者之巅。我听我的桃源，勇敢的天，我听我的桃源，永不改变。让天桃源，勇往直前。请一点点没关系，舞台就留给三位巨星了，好吗 ？Hello， 现场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Laughing Girls， 我是云溪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东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反应太慢了吧？对啊，讲完已经过两秒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布。耶！好，今天特别邀请他们三位来这边，大家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今天是我们全国电子的破盘活动，所以接下来呢，要请三位依序帮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康优惠。先跟大家说明到，从7月7号就是已经开始了，从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18号，总共有12天的时间，有我们破盘的优惠好康，通通要送给支持全国电子的好朋友们。那依序呢，就由我跟乐天女孩帮大家来做介绍。来介绍。首先呢，当然大家都知道。都会呢，要先帮我们介绍第一个特惠，但是呢，好，它是用它特有的、独特的可爱手势来呈现给大家。好，是首先第一个要问问看，都会帮我们公布一下，请问我们大家电是几折？七。七折，七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电好可爱哦。再来呢，也要公布一下，我们全馆家电可以几折？九折。对，好，那再来，大家现在很多这个学生们都放暑假了，甚至呢快开学想要添购笔电的，我们上面没有，有一个笔电有六折，对，笔电有的六折。我们这个台湾人最喜欢的66大顺的回馈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先掌声给我们都会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要换云溪帮我们介绍你的好朋友。你要帮我介绍吗？我也要那个。你也要，你也要。我要那可爱的。请问大家电视几折？啊，七折。七折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全馆家电视几折？九折。好，那再来。笔电回馈给所有的朋友，笔电是几折呢？六。哎，模仿的很像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不行。喂。感觉得到他们自己家真的感情很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认真介绍一下你的优惠。我要讲点震惊的，我的这个
呢是嘉义园多一届，好棒，很厉害。因为他说满额哦，他有设定不同的门槛，有不同的商品，让大家可以嘉义园就可以多一届，太划算了，真的。等一下，请大家进去抢购一下，家里的家电通通把它带旧换新掉。对，好，再来，最后我们请阿布帮我们公布一下你的优惠是什么？我的优惠就是消费满一万天天抽一万现金。哇，满一万天天就抽一万，哇，一位哦，而且是天天，刚刚讲说我们总共十二天的活动，没错，所以对，每天都有一万，而且你消费满一万，你就又赚一万回来耶，真的嘞。我们讲到这边，是不是先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预祝一下，啊，有达到这个标准的，希望人人都可以中到我们这个一万的大奖，好吧？两万五就送1000点的 Line Points， 现在大家最好用的，哎，这个也很好用，哎，买就送，对。好，再来呢，还有我们政府现在都推这个节能，啊，所以只要呢，你有达到我们这个能源效率的分级一级，啊，一级就可以申请，最高可以申请政府补助5000元，哇，所以买越多送越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，我们最后要跟大家说明到。好，这个刚刚是政府补助给大家，或洗衣机完成安装，好，他就直接再送你8000，好，送你8000的3C 家电的购物金，好多哦，对，而且可以再拿这8000的购物金，马上再来买，所以你可以先分配，好不好？这三个先买，买完以后安装完之后，再拿那个钱再来买，再来买，买什么咖啡机啊？对。其实真的太多，吹风机啊，好，夏天很好用，等一下还有很多夏天适合的小家电都可以介绍给大家。看一下前方的，好，往后推到背板，好，往后推到背板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前方正中间的镜头，好，最右边的镜头开始给起哦，好，三位一起看一下最右边，好，最右边的镜头，好，15度的角度，因为现场的广度非常的广，15度，好。好，再来45度，好，左边左前方这边有一些些，还有前方也有，好，有没有哪一个媒体镜头没有捕捉到的举手让我知道一下，好，最后再回到正中间下方，好，看一下正中间还有哪一位媒体朋友要捕捉画面的吗？好，我们再次借用大家热情的掌声，给我们三位非常可爱甜美的乐天必须要的气泡水机吗？气泡水，你喜欢喝气泡水吗？我真的喜欢，很喜欢。好了，大家其实都知道，其实水呢，一般水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常常喝一般的水没什么味道，没什么变化。但是最近几年也很流行，然后包含都会都很喜欢的，因为其实台湾现在随随便便都破30度，有时候还会接近40度。对，那像你们在球场工作，天哪，热得要死，对不对？进到休息室绝对要先来一杯什么气泡水？对，因为瞬间可以那个提振精神之外，可以马上把你的热气全部消散出去。降温。对，所以马上呢要请这个刚好都会今天也特别来到现场，刚好喜欢这个，然后我们也为现场的朋友来谋福利。等一下呢，如果想要找多慧来帮大家结账，我们等一下后续有活动可以让多慧帮大家亲自买东西，然后来结账。但这次之前，刚刚不要签收电子哦，虽然我知道就钢筋，但是大家稍微讲清楚一点，至少4个字要分开，好不好？4个字要分开，要不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喊全国电子还是乐天女孩？哇，听得太清楚，太多了，记得是哪个品牌啊？好，我再给大家一次机会，1、2、3。举手大喊全国电子，允许帮我选一位，1、2、3。哪一位？其实声音蛮啊，但是你看到第一个举手，第一个是有在挥毛巾的那个，挥毛巾，哎，马上大家都举起来，这个吗？我刚才看到其实也是他，是不是？对，好，刚刚就直接把答案刚已经讲出来，好，等一下，是我的错，是我的错，可以，我们就是这么自然。我们没有 refo， 没有彩排过。好，那我们最后了，我们这个 Q&A 呢，想要给我们媒体朋友画面，也还有我们好朋友们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一个旧钢新的一个 ending pose？ 大家都比自己的爱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喽，那我们就全国电子，然后大家就钢新，然后比爱心，然后我们定格，让媒体朋友可以拍照哈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全国电子，
然后小小的动态，其实超活泼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样的画面可以吗？哈，要再一次吗？要再一次？好，再一次哦，再一次哦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全国电子浙高新。三位的我们的非常的清凉啊，可口而且清润呢，让大家刚好炎炎夏日可以再补充一下水分，来建议大家。当然大家喜欢什么口味回去可以自己特调了，好吗？好，那么那个大怒神的让海盗冲浪下去，然后水花溅上来的感觉，对。而且你看，男生你买一台在家里，请女生朋友去现场，然后你按的时候，现场就会有刚刚那个欢呼声，是不是很赞？开 party 的时候都必须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气泡水呢弄好之后，再加入你喜欢喝的口味的果汁。那我们今天选择的是水梨汁，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夏日水梨气泡饮。哦，加加就哇，还有特调的。哇，粉红的颜色好适合这个恋爱的感觉，夏日的颜色，我们是不是三个一起好近一点拍照耶、yeah, 超级甜美可爱超级清润可口的水梨汁，我们夏日水梨气泡饮。好，最左边这边看一下，最左边，最左手边。好，那我们就从最左手边慢慢的镜头回来好了，左手边，好，45度，好，正中间，好，右边45度，好，最右手边，好，我们让你，好，依序牵在我们这一台，哇，刚刚使用过了，所以回去可能都暂时外观都不会清洗的嘛，刚刚按键啊。各方面，然后晚上就是贴着它睡觉，暂时处于一个暴躁的，哇，是独一无二的哦，三个人的签名，而且是三个人使用过的气泡水机，速快很准，怎么样，很想要看一下，给大家先看，你要不要再补充，要不要签一个那个家里的图画啊，或是家里的，有没有家要买，我们一人发一台给我们。3万2次3万3次恭喜耶、yeah! 好，哎，他现在不断的在用 kiss 间接 kiss 在这台机器上面啊，加持好所有的 kiss， 我们再次给这位先生还有
下去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